者叙事影综合报道，梁咏琪在贺岁片《西游记》女儿国扮国师，眉毛发线都经过特别处理，光是化妆就花5小时，还戴上巨型头冠展现霸气。不仅在台东取景拍摄湖海的戏时，连孙悟空郭富城都认不出他。剧照曝光还被指向魔镜梦游系列中的红星皇后，让他快保证这次绝对焕然一新。导演郑宝瑞解释，不是刻意把梁咏琪弄丑，只是因为角色需要，要把她弄得很有威严的样子。梁咏琪则说，其实化妆成功已经帮了一半，我觉得这个化妆相当好，很符合这个角色。他也表示，这次讲对白要简洁有力，所以被导演一路调整，无论是讲对白身形都要维持住，是很大突破。至于片中造型，梁咏琪认为还是漂亮，看完之后松一口气，比我想象中漂亮很多，还是美女，觉得化这魔多个钟头的妆也值得。西游记女儿国2月14日日情人节暨春节档在台上映。梁咏琪在西游记女儿国饰演国师，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上妆。反射自脸书梁咏琪在西游记女儿国的造型，左被指撞脸魔镜梦游系列的红心女王，右合成图海乐提供。反射 IMDB